我刚刚在家里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就他说他是健保局的，然后说我的健保卡被盗了2笔，然后之后他就把那通电话转给警察局。公家单位不用赖账，不会，对，而且也不可能叫，重点是叫你汇钱，这种东西都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怎么做，我们都不会去收收民众费用。他没有叫我汇钱，他叫我拿到金管会，就是没有啦，我不会啦。好，拿到金管会，你钱再存回去就好。另外叫你拿到，然后那个对方封锁起来，封锁掉了。经了解，该案为诈骗集团佯装健保局人员，谎称被害人健保卡诈领补助款，要求被害人提领20万元交付至金管会保管。否则将冻结账户，所幸行员与员警及时拦阻。